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惠利呢，就给大家正式介绍一支，或者说一系列的关于我们的 ETF。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收到大家的一些疑问，就是说如果除了投资我们的美股市场，因为有时差以外，那如果正常我们港股的交易时间里面，大家可以投资哪一些交易的工具，可以做到我们最终纳斯达克的股票呢？那我们今天的华夏基金呢，我们的负责人就会给我们来介绍一系列的关于这一些我们追踪纳斯达克100的这些 ETF。 我们现在里面有四只这个 ETF， 其实他们有做到正向、反向、带杠杆的，都可以大家自己选择。好，谢谢大家。好，我是华夏基金香港公司 ETF 团队的 Lisa， 很高兴可以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华夏纳斯达克100系列产品。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共有四只，分别代表正向一倍、反向一倍和正向两倍、反向两倍纳斯达克100产品系列。那在过去一年呢，其实我们对比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恒生指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纳指100的回报是远远高于恒生指数的总回报的。当然与此同时带来的波动性也要略高于恒生指数。那如果您是一个喜欢承受一定波动性并且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者，我相信纳指100是一个您很好的投资选择。目前来讲呢，在港股的交易时段，其实大家都可以买卖追踪美股纳指的 ETF 或者是杠杆反向产品。那么华夏基金香港公司目前为大家提供了四个不同的投资产品可以选择。我们的7522就是反向两倍，7331是反向一倍，那么正常的 ETF 呢，代码是3086，当然我们也有美元柜台，代码是9086。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也为大家提供了正向两倍，代码是7261。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和预期，去进行不同杠杆和产品的选择。我们以每日两倍杠杆产品为例，其实在这个指数升跌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就每日增长的指数去增加其投资仓位，也会就其每日指数的减少而减少投资仓位。我们会在纳指开盘收盘前后尽量保证我们的产品是可以达到我们的杠杆效果的。其实投资纳指杠杆反向产品呢，我们操作有两种。那么第一种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香港40收市时大家可以进行下单，那么隔夜之后在第二天 T 日香港9:30开市时，大家就可以捕捉到过去一晚美股的一个涨跌变化了。那么策略之二呢，其实就是像正常的一个港股交易日一样，大家可以在港股9:30开市之后进行买入，在日内也可以享受美股的时段期货的一个涨跌的变化。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纳指杠杆反向产品的一个介绍，以及纳指 ETF 的一个介绍，希望大家可以记得我们的产品。谢谢。谢谢 Lisa 今天的分享呢，主要关于我们正向反向追踪纳斯达克100的一个 ETF，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这里就汇率的下方就可以购买了。谢谢，谢谢大家。